来吧，看一看高级定制西服的工艺。像这种西装就是工艺的，工艺的服的一种表现。解剖的，对，解剖衫。以前这个是跟这个这边是一样的，然后把这一面给它切掉呢，是让顾客呢看到里边的就是这个麻雀。哦，这个工艺图。对对，工艺图。解剖了，对对对，让客人看吧。它里边是这种是全麻衬的，它里这一部分是马尾，然后这里你看它这一根线一根线的这个八字针呢，就我们行业来讲，这个八字针呢就拿手工挑出来，一根线挑出来，手工挑出来的。对对对对，麻衬就把你的面料就会全给你就是二合一的。这个是比较老的传统的做法。但现在的像这种情况就是粘合衬比较多一点，然后再加一点这个位置加一点那个胸衬就可以了，这是老传统做法。我讲的就是这个就是纯手工的，包括这个领子后面都是手工签的。哦，他都把这个马尾去把衬跟面料合为一体，然后你怎么洗你怎么穿它不会变形。哦，那工艺还是很复杂的。对，这种工艺就这手工费就比较高了，就属于高档的那种，就高档定制的，高端定制的。你学会了吗？